现在我要解说的是飞龙260骑射做6，两个双炮做8，两个6双炮8，一共要做5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上面一个。接着做橘色圆形气球，连接再穿过8和14，拉下来10寸白色，里面丢一个豆豆，气嘴和橘色气嘴护板。接着我们做它的背部，背部做一个熊耳结，和气嘴做连接，然后做一个13，熊耳结3两个，再削气上来，绕一圈做尾巴，旁边做15，15，接着我们要做手，熊耳结3个，8，穿过，同样，脚，先做5，熊耳结3个，5，做连接，熊耳结2个，然后做一个6，这边同样，把它连接在熊耳结上面。接着我们要做翅膀，翅膀我们先做一个熊耳结，再做一个8，熊耳结8，熊耳结8，然后做16，熊耳结10，连接，再做一个8回来，做连接，然后穿过中间这个，这边同样的动作。最后我们做紫色6头角，在双炮中间夹住。可爱的飞龙完成。